大家好，我是高志胜的太太耿和，我的先生高志胜是中国的维权律师，被人们誉为中国的良心。2017年8月，他在陕北嘉县被强制失踪，至今杳无音信，生死不明。在近十几年中，失踪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。我先生高志胜面对中共的强权，给那些深受恐怖苦难的中国人，包括我和孩子，带来了勇气。但是十几年来，他却无法见证孩子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等毕业的重要的人生转折时刻。眼前这张照片呢，是他是在沙雅监狱迫害所致。十几年来，我跟孩子从没有享受过普通人家团圆的欢乐。每一次他失踪，我和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期待他能活着，主要活着就这个最低的要求，而这对我们是最高的奢望。我们只有一个愿望，高志胜活着，活着回家。